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天深夜在脸书发文，依据就这四年的时间，我会让大家看见我履行诺言的决心与毅力，让大家看见高雄的成长与改变，掀起热议。有人解读这句是不选总统，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话没说死。学者建议，国民党应以最强人选民调产生人选，世新大学副校长、口语传播系教授游子祥今上午在脸书发文指出，民进党初选很快会有结果，但国民党还在拖，要韩不韩的戏拖下去必输无疑。他认为，吴敦义主席应说服多数参选人同意，以最强人选民调协调产生人选，排名优先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决定是否接受征召，如果不愿意，就征询排名第二人选。韩国瑜如果排名第一，选择接受征召更有正当性，若选择留在高雄服务，也可全力支持排名第二人选，消除征召悬念。刘子祥呼吁，国民党的拖就要拖死自己，要韩不韩再拖会输。其实新闻中心综合报道，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，发现晒鹰陈妈妈如愿抱孙武迷破梗，是不是叫愚人节台大副教授研究外生玩具全球首例，指尖陀螺分离血清一口气注册12类商标，理科太太最快五月获准东北季风及华南雨女区东移中部以北市24摄氏度，午后雨势缓释新大学副校长、口语传播系教授游子祥。资料照片要韩不韩再拖会输，游子祥欲用最强人选民调选人。资料照片抢当好评友一会员，快注册免收费，不注册会后悔，快点我注册 https://tw.adai.ly/ml924upcsu 下载苹果新闻网 APP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。